今天我们在武林，你去不去啊？我就不去了，我在家看家。你姑娘今天老漂亮了，那就多拍两张照片回来。你不去啊？我看家，你家里没有人不行。那不去，我们就去了啊。你看你姑娘这一出好看吗？好看，咋不好看呢？在他爸眼里哈，姑娘啥时候都漂亮。那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来干啥来了？咋这么漂亮呢？本身也漂亮啊。哎，这眼睛更大了，不灵不灵的。给你拿个那个魔棒，看，变成一个城堡。歇着啊。你们坐着先休息会儿。今天受到了好多夸奖，我都不好意思。这是我姑娘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们这大老远来一趟整这么些水果干啥呀？你们拿来吃啊。昨天那个咱家也这个价、还好带着，还拎了一兜地瓜，好看好看，整一个他俩。哎呦我天哪，我俩一样的，看这俩人这是想干啥？是不是好看？我看挺好的，真好。要你大姑娘你也买一件，我给你买刀。快点小美女吗？赶紧来，这么多水果想吃啥、那他妹都没吃饭，为了给我化妆。就是啊，哎呀，化妆室不一样啊。这家服务可好了，可温柔了，一个个的。姑娘真漂亮，我看一眼还想看第二眼，看这么多年没看够，要不不舍得。都试试。干啥呀？非得拍人傻笑？不可爱。来张大嘴啊！方美的，这个坏的，来，你现在能放进去吗？哎呀，这嘴真大。甜吗？真甜。这还得是婆婆吧，这个麻花一个劲儿吃。那我也不管姑娘饿不饿了，你们也吃这个，快来。了，哎呀，哎呦，谁家姑娘啊？这好看吗？好看。这个好看，那天好看。这样式也好看，那天那个也好看。确实的，你看它，哎，跟小布娃娃似的。好看吗？哎呀，这玩意儿这胸下能长生出这么漂亮的姑娘。这时候还行哈，就是实际上好像拍没有肉眼看着那么好看，对对对，是吧？拍没有，对，就是大家伙有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好像就是化妆化的没那么漂亮呀，怎么怎么地？不是，我们在镜子里看，是不是挺好看的？对，好看，而且妆不浓哈，感觉看还是不浓，比那个手机里的好看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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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那天就这样啊？你知道为啥不跟你们去吗？对了，那心里也不舒服。你让他去化妆，就像出嫁了似的。那我马上心里不得劲儿，然后我不去。那个看家该嫁出去还是嫁出去，你也控制不住。咱家人心里不得劲，嫁姑娘心情肯定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能不能哭啊？一碗冷面，你看我姐吃的乐呵的。你看看我爸在家多到位。我吃我的大饭包。Thank you.
黑姐，上次没给我机会，这次是不是再给我机会了？你姐回来那么长时间，连个东北的肉串都没那什么。上次不是我请了吗？你请了，这那不是大串，东北大串，咱上东北大串店。这得像你常去的那一家。对呀、啊，那个口感特别好，没再给个机会吧。那就去呗。俺爷说呢，回来了，说最起码的还不得叫我那什么掏钱，然后表示一下。啊，你们谁也不要争，谁也不要抢，来走。你赶快让他表示表示吧，不然睡觉都睡不踏实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也当熟的不得表示表示？表示不是那个事儿。他婶儿下次还得表示表示。好，没问题。那钱儿没花出去，在兜里一直蹦啊蹦啊蹦啊。我请你吃这个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大白兔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好久没吃串串了。啊，这是我爸的老地方。我们就按人头点，一人一串。五个肉筋，五个瘦肉，五个，行吗？你看你吃啥，你请你的又不请我。板筋我要一个，这一串呀。你们愿意吃啥你点。这就是广东人的点法，一样一串。我们通常就是先来一样来十串。那家不就是打包的架势？打回去不好吃。是差不多劲儿，正好。对，不花钱的芝麻。辣椒粉，你保证堆给你啊，鲜味王，就来点呗，就是尝尝吧，别搞艺术了，这是你叔极力推荐的串串，一人一串没有了，真的，吃吧，趁热吃啊，就得要这种撸串的乐趣，他家的肉要嫩一点，对我爸他就喜欢，馒头吃饱了，嗯，真香，儿子肉品真大。谁的猪皮自提啊，趁热吃，嗯，还能不长肉，好吃的这么多，我运动减肥，咱俩明天检查去啊，这嘴就一个，来你看这东西吗，烫烫烫烫烫啊，烫，好，谢谢，嗯，哥哥哥哥视频到造不动，兄弟哈，白后悔。想吃啥的点，过这村没那店。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，不吃就亏了。多吃点，减肥都不减了，吃完再说吧。我也不减了，十斤都长了，不差再多长一斤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看这脸，小脸都红扑扑，热啥样了？你就敞开了吃呗，是吧？雕摸坏了你赔呀！不过还好，是越说越坏事儿。你拉杆还少，那什么少点都不管。在我们端红，通常吃的是猪肉串哈，牛肉、羊肉的都比较少一点。一串是2.5元。正常的话哈，大家伙要是从外面来，可以到端红挑战一下。很少有人能吃十串肉串，很少很少。你别饿肚子饿好几天，对，饿肚子饿好几天那不算啊，就正常来吃饭，特别能吃这种不算，不算正常人。终于不用打包了吧？对，今天我们多亏了我姐，吃的非常干净。你姐，下次就学，就是我姐的这种点法。